接下来呢，我想讲一下今天那个课程的第三点，就讲讲元宇宙的投资。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只有颠覆性的、高成长的才算元宇宙，所以不要轻易的去相信这些分析师的，呃，标签了。我看很多分析师的标签呢，他们很多还是从技术角度去贴的。比如说，如果是 VR、AR，他想当然就把它贴成这个元宇宙。在这儿的话呢，我想先给大家呢，系统的说一说一些元宇宙的项目啊，它的经济规模已经非常大了。 第一类就是交易所的业务，那么交易所的业务，如果我们同样拿二零二一年，就是去年的全年的业绩来对标的话，有一个叫 Coinbase 的这个在美国上市的合规的加密资产的交易所，呃，它去年的全年的利润呢有三十点四亿美元之巨。香港交易所的话，去年同期就去年全年，它有一百二十五点三五亿港币的利润。 那么换算一下，就相当于十六亿美元，所以几乎 Coinbase 是香港交易所两倍不到一点的规模。那比如说另外一个方向就是 d 凡 f i 在去中心化金融，二零二二年就今年的一月三号的统计，全网的锁仓量，你可以理解成就是美元的存款量，那么已经达到多少呢？两千五百三十三点六亿美元。那么首先它是历史新高。那如果对比的话，去年年初。 就去年二零二一年一月份的时候是多少呢？才一百五十亿美元。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NFT，呃，我刚刚提到 NFT 的话呢，去年是 NFT 的爆发这一年，NFT 呢是二零一四年诞生的。那么经过去年的爆发，它的规模已经达到多少呢？去年呢 NFT 的交易量全球已经达到四百四十亿美元了，并且去年交易的 NFT 呢，基本上是数字艺术品的这种形态了。 去年的全球的艺术品的交易市场的规模是多少呢？五百零一亿美元。对比的话，刚才讲的 NFT 的交易量是四百四十亿美元，已经很接近了，在数量级上。还有一个例子是稳定币。那么在稳定币的话，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是两百七十二亿美元，到今年的年初已经达到一千六百一十亿美元的规模了。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在元宇宙的一个一个币种嘛。 在元宇宙里面，你要做交易，那么它有一个币种叫呃稳定币。那么稳定币的规模现在已经发到一千六百一十亿美元的规模，呃，而且绝大部分稳定币呢是跟美元挂钩的。那么我们再看看风险投资，那么在二零二一年这一年，有三百三十亿美元进入到了这个元宇宙这个领域，占了整个全球的 VC 资金呢大概百分之五左右。其中光第四季度的规模就达到一百零五亿。 比二零二零年全年的规模都大，所以还有一个呃可以观察的角度呢，就是合规的公开过的合规持有的交易型的加密资产的规模。那么根据贝宝的统计的话，目前公开交易的比特币的这个基金，它的资产规模已经从去年的年初的两百亿增长到当前一月份的将近四百亿的规模。 而且各种公开的上市公司或者组织或者机构公布过的持有的比特币已经达到呢一百五十万枚，也就是相当于七百亿美元的规模，相当于整个比特币的总市值的百分之十。这个数字呢，为什么我特意要说一下呢？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说，为什么比特币它不是数字黄金啦？它跟黄金为什么分开了？跟这个数字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规模太大了。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当我们 观察什么是元宇宙的时候，首先要知道很多元宇宙的经济形态已经规模很大了。那么其次呢，我们要观察呢，就是要看是不是元宇宙这个投资呢，要看它的颠覆性。那么颠覆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元宇宙或者 Web 三点零，它是建设者和用户的互联网，而不是 Web 二点零的平台所拥有的互联网。换句话说。 在元宇宙里面，这些互联网的价值是由建设者和用户来拥有的，不再是由平台的股东、平台的运营者所拥有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第二个点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在元宇宙里面呢，代币也就是 token 是连接整个 Web 三点零网络的纽带，所以没有 token 的这个服务形态啊是很罕见的，也是很难发展的。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元宇宙的三个主要的投资方向。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如果你的投资非常在意现金流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你应该多看看 DeFi。我们会预料到的话呢 c f i 跟 DeFi 的融合会进入到爆发期。所谓 c f i 就是中心化的金融，像我们原来传统的银行都是中心化的金融。那么在 DeFi 里面的话呢？ DeFi 和稳定币的生态已经给投资人提供了远好于传统金融的非常良好的呃现金流管理的收益啊、呃，比如说像呃 T 加一的这样一种现金的存款呃，在 DeFi 里面应该说你能稳定的拿到百分之零到百分之五左右的年化收益，那么可以期望大概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点五的这个年化收益。就很多人对 DeFi 还是有非常多的担心的，觉得啊这个 DeFi。 那么安全性如何呢？我先讲一下结果，我再讲一下 DeFi 的原理。在 DeFi 的整个规模上一百亿之后，那么大概是在前年吧，二零二零年的下半年，这个到了一百亿规模之后，那么其实已经经历了非常严苛的市场暴跌的现实压力的测试，并且是高分通过的。那么在二一年的五月十九号那一周。 比特币呢，从高位五万八跌到了低位的三万一，跌掉了百分之四十七。以太坊的话呢，从高位四千一跌到了一千九，跌掉了百分之五十三点七。那么为什么要特意提这两个例子呢？因为在 DeFi 里面，它主要的形态是以有质押的贷款，而质押品的百分之八十的话呢，是比特币跟以太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说。 你的质押品的价值跌掉了一半的情况下，那会有多少坏账呢？在五幺九的那一周，相对于当时有将近一千亿美元的存款的 DeFi，那么在比特币跟以太坊跌掉一半的情况下，整个坏账最后统计下的只有五点七亿美元，五点七亿美元相当于百分之零点五七嘛。相比传统金融来说，这个成绩我认为是相当。 呃，成功的，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DeFi 的基本原理。首先呢，目前的 DeFi 呢只涉及到有质押的贷款，那么其他的产品是没有碰的。那么第二呢，这个有质押的贷款呢，它的利率跟我们传统的银行不一样，它的存款利率是由贷款利率决定的，贷款利率呢由整个资金池贷出的资金比例来决定的。我举个例子说，如果一个池子有一百亿的规模，它现在呢。 一分钱都没贷出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贷款利率就是百分之二点五。那么存款利率多少呢？存款利率跟贷款利率之间的息差是百分之二点五，所以存款利率就是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没有人愿意存款了，贷款的人很积极。当这个一百亿贷出去四十亿的时候，那么贷款利率会上升到百分之八，存款利率会上升到百分之五点五，所以就变成正常了。但是当整个贷款贷出去六十亿或者七十亿的时候， 系统它里面有个规则，就是有个流动性的维护的问题，所以当七十亿贷款出去之后，贷款利率会快速上升，会到百分之十八甚至二十八，那么贷款的人的积极性就下降。但是如果有一笔贷款发生了二十八，这个系统会向用户 offer 一个存款需求，存款需求的收益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点五，所以有很多人愿意存款，所以这个是呃非常有意思的。 带出去之后，大家就关心这个安全性了。那它的这个是怎么质押的呢？它系统规定的质押率呢是百分之六十，就是你要质押一万块钱的比特币或者以太坊，你可以贷到六千块钱的这个现金。但是实际上的情形呢，它是有一个竞争的。当两个用户都质押一万块钱，一个用户只要贷四千块钱，一个用户要贷六千，那么四千的人呢优先得到满足。 所以四千的人他可能贷到了百分之八的利率，而那个想贷六千的人，轮到他贷款的时候，可能已经到百分之十的利率了，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大家能理解为什么当比特币、以太坊这样的质押品暴跌一半的时候，它的坏账率很低。呃，还有一个规则是什么呢？就是系统会每十五秒钟检查一下质押品的价值。那么，并且呢，质押品是在智能合约里面的，它会自动清算的。 就当这个系统它有一个规则，是要保持质押率，就 LTV 率啊，尽量维持在零点七，就是百分之七十以下。所以这个模式呢，比我们传统金融呢，应该讲先进不少。传统金融你是完全无法做到十五秒钟去检查一次，十五秒钟去清算一次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拨备的问题，就现在的整个贷款的利率当中的百分之十是进入到一个拨备池的。 所以，当有亏损的时候，波倍池的资金会优先垫付。那么，当波倍池还不足的时候，首先是质押品。质押品如果质押完了还有亏损，是由整体的存款用户共同来承担的，相当于一个我们传统金融里面的共同保险。所以，这个就是大概 DeFi 的一个基本原理。那么，对这个基本原理大家理解了之后呢，你能理解为什么 DeFi 安全性是很高的。投资的第二个主流方向，你要。 看用户量、看流量的话呢，我觉得重点应该投资 NFT。去年是 NFT 的爆发性的一年嘛，那么它的成长非常好。但去年的爆发的 NFT 呢，主要还体现在是数字的艺术品这个角度。从今年开始呢，NFT 的进化的非常快，包括基于 NFT 的金融也出来非常多了。当然也爆出了很多问题，觉得 NFT 也面临着需要现实的法律对于盗版啊。 等等的保护问题。那么，NFT 对元宇宙的贡献呢，远远要超过数字艺术品这个角度。我自己分析了一下，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呢，NFT 会给元宇宙带来更多的非传统币圈的时尚用户。这些用户可能一辈子他也没接触过加密币，比如说他是 NBA 的拥趸，也可能是一个大 V 的粉丝。但是呢，为了购买 NBA 的 这个数字艺术品的 NFT，或者说为了去 follow 一个大 V 的，变成他的一个 membership 一个会员，所以他不得不注册成区块链用户。全球的互联网用户呢有46.6亿人，而比特币的用户呢只有一点三五亿人。那么如果再加上所有的数字币，包括 NFT 在内的话呢，当前的用户大概有二点二亿人。 所以，二点二亿的元宇宙的用户，只相当于全球的互联网用户的百分之五左右。那么，有一个呃预计啊，二零二五年，那么应该能够期望看到元宇宙的用户超过十亿。我认为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呃，如果能超过十亿的话呢，大概相当于二零零五年的时候互联网的用户数。为什么实现的概率很高呢？一个就是一个大 V，他去发展 NFT 的业务之后，就会带来成百万。 上千万的这个 NFT 的用户，比如说像微软或者 Facebook，Facebook 现在改名叫 Meta，那么这两个公司他们要 all in 进军元宇宙，要转型，他们也会带来大量的用户。其中光 Meta 的话就有二十七亿用户，如果二十七亿用户当中的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转化为这个元宇宙的用户的话，那我想三年后啊实现十亿的话，应该是相当容易的。 那 NFT 的第二个对元宇宙的贡献呢，它是帮助了元宇宙的用户真正的实现了个人的价值的回归。啊、呃，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当前的移动互联网的某一个呃呃平台上的一个大 V，虽然你拥有你的创作过的内容，你拥有你的这些粉丝，但是如果有一天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个平台是可以把你关掉的，把你封掉的。那么一旦关掉封掉之后呢，对你来说一切就结束了。 但是有了 NFT 之后呢，这个情况就会不一样，啊、呃，比如说这些大 V 可以这样玩，他可以给他的粉丝啊铸造和发行 NFT，NFT 呢可以收费也可以不收费，那么也就是把粉丝资格或者会员资格或者说 password 把它做成一个 NFT，原来粉丝你需要凭自己的 ID，再加上 password 你能够登录到那个。 Web 二点零的平台上去 follow 一个大 V，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根本不需要 ID，你只要凭一个 NFT 就可以登录。大 V 来说的话呢，它可以借助分布式的存储，在元宇宙里面找到一个完全永久性可以存在的、不会被封停的、关停的一个地方呢，建立一个镜像的网址，把当前 Web 二点零上平台的所有数据百分之百的实时的镜像到那个。 不会被关停的网址里面，当然除了上面两个层面之外呢，NFT 其实还有很多新的玩法。比如说我刚才提到过了，在 Open 的期权交易所里面，他把自己的期权产品呢，把它 NFT 化，使得这些产品呢可以跨平台、跨合约的进行流通。再比如说，当前有很多用户呢会付费去下载一些应用或者注册一些服务，这些注册服务可能你注册了一年，但是你玩了一个月、玩了两个月，可能你就不想玩了。 你怎么样把你剩余的价值变现呢？那么是 NFT 可以单独的进行残值交易的。比如说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我还有十一个月，这十一个月残值的 NFT 是可以交易的。那么这样的模式呢，对用户来说显然是友好的，因为有些用户他不想玩了，他可以把残值卖掉。那么对于平台或者软件开发者来说呢，其实也是很友好的。为什么呢？你这样做了之后。 你是直接铸造和发行 NFT 给最终用户，用户直接付钱给你，在当中啊不存在有任何的中间商或者中间平台在企图向你收到高额的手续费的问题了，你完全可以跳开他们来做。我讲这些呢，就希望大家能理解，当你提到 NFT 的时候，不要简单的把它理解成艺术品，或者理解成呢电子的 IP、电子版权。我觉得 NFT 的价值要远远超过。 这些，那么第三个这个主要的投资方向呢，就是高成长的双向的互联桥梁。未来元宇宙是非常好的，但从当前的 Web 二点零高速的移动互联网，我们要迈向元宇宙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些桥梁，要把现实世界跟未来的元宇宙世界，把现在的移动互联网跟元宇宙的这个下一代互联网要把它嫁接起来。我举那么两三个例子啊，比如说。 有一家叫啊、呃、Mask Network 的这个公司，任何的社交平台的用户，如果你下载了 Mask Network 之后，那么你对于社交平台的这些控制者而言就隐身了。那么你将来是可以带走你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积累的所有的好友关系、所有的数据以及对话记录的。那么这个玩意儿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很多人期待的，是不是？ 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呢，就是 Smart Token，在元宇宙里面，当前我们的经济模型啊，都是需要有一个面向用户的一个 D A P P 的终端，然后呢有一个 Token，然后呢还有智能合约，智能合约是需要通过 Token 来执行的。那么他就发现呢，如果是相对简单的经济模型的话，D A P P 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就是 Web 三是允许项目的开发者跳开中间。 渠道直接找到终端用户的，那么所以他呢就开发了叫 Token Script 这样一个 Token 浏览器的这样一个插件。这个插件的话呢，可以被 we Web 1.0、Web 2.0的这个网络所用。那么如果这些网站下载了这个插件之后，它就能读出来所有的 Token。第二个桥梁就所谓的从 Layer One 到 Layer Two 的桥梁。那么所谓 Layer One 嘛，大家能理解，其实就是区块链的1.0，它把区块链的 数据的可获得性、可用性，包括执行层啊，都放在一起，所以非常拥堵，速度就会比较慢。那么有聪明人就提出来呢，说可以把一些对安全要求相对比较低的这个执行层啊，把它放到 Layer Two 里面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整个系统的效率就会更高。所以 Layer Two 你可以理解成相当于区块链的1.1或者1.2这个版本，我们就需要建立更多的 Layer One 到 Layer Two 的这个桥梁。 或者呢是呃 layer two 到其他侧链的桥梁，那么这块桥梁将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业热点。另外还有一点嘛，就是跨链的价值互通，其实就平台跟平台之间的价值互通。刚才我提到，在元宇宙里面的话，数据跟信息是高度互通性的。那么没有互通怎么办？那就建桥梁呗，建桥梁就可以把它互通起来。所以建桥这件事情呢，是个有利可图的生意。